主料冬瓜500克，辅料教头七颗，蚝油、色拉油。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冬瓜和教头起净，冬瓜去皮切片，热锅冷油下教头爆香，下冬瓜片大火快炒，加入适量蚝油，蚝油炒匀，冬瓜烧软即可。烹饪技巧，割了蚝油不用另外放盐和味精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